三儿，那边那个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明白。走，把这小子给我装起来，丢河里去。是。 后普，怎么了？他们要把后普丢到河里，要杀了他。后普，快呀！你到底把姓关的怎么样了？你就别问了。你不是把他……是要怎么样？那个姓关的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侮辱连生，侮辱我们龙家，哼，就算把他丢到河里，也死有余辜。你糊涂，糊涂！哥，大娘要杀后普了。哥，你赶紧带我去找后普吧。 如果侯不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二爷，你说我糊涂。这二十多年来，不管我做任何事情，你从来没有跟我大声说过话。现在为了他说我糊涂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连生为了他要死要活的，那小子万一丢了性命，到时候就是两条人命了。连生还年轻嘛，连生跟你一样都要强。可，好，别说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就放过他吧。侯伯，连生。连生。 你这样能找到吗？你先休息一下，先要找到那帮人，我帮你找。他们能把他弄哪儿去呢？把他弄哪儿去了？小三儿，小三儿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连生，后普呢？后普呢？说话呀！我们也是听大奶奶吩咐。 把他装麻袋里扔下游了，在哪儿啊？快找去！告诉你，如果后普要有三长两短，我要了你的狗命！去呀，快去找呀，快去找呀！去呀，快点！后普。 后普，关大夫，你看这是谁？这是后普的鞋，这是后普的鞋，对，这是后普的鞋。后普，你在哪儿啊？后普，后普，关后普，关后普。关大夫，你看他们来了。 哥，你看。
哪儿找到的？装什么装？后埔被你们龙家害成这个样子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你说话客气点。大龙，咱们找后埔要紧，别跟他们浪费时间。对，找后埔。我们快走，上山找后埔。走，后埔。不会有事了，一定不会有事了。小三，赶紧跟他们去找去。哎，快天黑了，山上会有危险，你别去了啊。哎，对对，大少爷。 大小姐，你们先回家吧，我替你们把他找回来就是了。嗯，让你去找，还不如我把后埔先杀死。你给我听着，告诉你，今天如果找不到后埔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哼！连胜，连胜，三儿，如果你让我再见到姓关的这个小王八蛋。 你就不要进龙家的门。走。回大奶奶、二爷的话，大少爷和大小姐已经到河边找人去了，在河下游的山脚边。 发现了关后埔的鞋，猜想他人还没死，被河水冲到了岸边。可是，找着了吗？没有。那小姐呢？小姐她不肯回来，执意要上山找人。大少爷也陪着她上了山。小姐还说，不找着人，她绝不回来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 你去哪儿？折腾了一天，回房歇着呀。你也回房休息吧。你还睡得着吗？哼，二爷，生死有命，各有各的运气。不管我们再怎么替他争，他没有闹够，他是不会歇着的。等他闹够了再说吧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管他。不管他。上辈子欠了那个姓关的，让他慢慢还吧。等哪天那个姓关的死了，他就消停了。小江，二爷，大奶奶嘱咐了什么没有？没有。放肆！在我面前敢说瞎话！小的不敢，二爷。 三爷私下吩咐过小的，一旦发现关后埔死要见尸，活着火要灭口是吗？你去告诉小三，关后埔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只要他活着，千万不能动他，否则我要你们好看。去吧。是，二爷。 静心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不知道龙家的规矩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是。等等，等什么等啊？他自己跑出来，不该绑吗？大小姐，等我找到后埔以后，你们怎么惩罚我都行，让我和你们一起找后埔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，让我和你们一起找后埔。 哎呀，林生，放开我！跟我一起找后埔，你还是先害他害的不够是不是？大小姐，就让我和你们一起去找后埔吧。
找到他，我就离开他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好吗？让他一起去吧，有什么事找到人再说啊。回去干什么呀？继续找后普啊，找后普，后普，你听见我在喊你吗？当初就是在这河滩上，我找到你，后普，咱们父子相依为命，你不能扔下我一个人呐，后普，后普，是，我虽然说过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可那是迫于无奈。你别记恨我，后普。关大夫，你出来呀！关大夫，关大夫，关大夫，快！来来，我背你走。不回去。小心啊！算了，别找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继续吧。好，再找找吧，没准就在这个附近呢。不行，现在太危险了。要回你们回，我自己去找。我也去。连生，这不是你任性的时候啊。我说过了，今天要是找不着后普，我死也不回去。别介呀，大小姐，您这身体这么娇贵，哪受得了这个罪呀？您还是回家等我们消息吧。你给我滚开。是后补的，后补，他就在这个附近，后补，后补，后补。放心吧，他没事。后普，后普，大小姐，你看后普都成这样了，我求求你，你跟大奶奶求求你，你放过后普吧，求求你了。你有什么资格为他求情？你有什么资格为他求情？他现在是我丈夫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他求情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为他好，你就躲他远点，你躲他越远，他越安全，你知道吗？后普，后普，你醒醒啊！后普，小三，你别光站着，快救人！快点！来来来，来人！是是。来，我来。慢点，小心。走，下山。
生，别急，别着急。我刚才给他看过了，他只是昏过去了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你不用担心。大少爷，我把姓关的带咱药店去吧。也好，叫大夫给他看看吧。等等，凭什么带到咱们药店去看呀？让吕大夫给这姓关的小子好好看看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小子小子的？您看我这张破嘴，让吕大夫给咱姑爷好好看看。让吕大夫好好给咱们姑爷看看，厚朴他爹就是大夫，凭什么送到咱们家呀？我看还是直接送回官家吧。你说呢，哥？这样也好，把他送回官家吧。走吧。三爷，大小姐，您叫我三爷，那不是折我寿吗？你叫我三儿就行。三爷，如果下山这一路厚朴要有什么生命危险，我就不只是折你的寿，我就要了你的命。三儿不敢，三儿一定把关后咱姑爷安全的送回家。知道就好，快去吧。走吧走吧。你行不行啊？要不然先歇会儿吧。哥，大娘和我爹肯定发现咱们出来了，现在不知道多着急呢。我实在走不动了，要不然你先走，回去先给他们报个信儿吧。我怎么可以扔下你自己先回去呢？我没事儿，反正天快亮了。再说了，下山我直接去官家。你一个大姑娘，半夜去官家干什么呀？那怎么了？要不是今天出事儿，我就已经是关厚朴的媳妇儿了。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谁也拦不了我。连生，你快走吧，一会儿爹跟大娘该着急了。要不然让周静心跟着我。哎呀，别看了，他才不想跟你回去呢，他的心呢早已经跟着下山了。那你们两个自己小心点儿，我派人跟着你们吧。不用了，反正他对山上熟，就他一个人了，还是跟着你吧。快走吧。大少爷，你放心吧，这儿我熟，我跟着小姐。那小心点啊。知道了，走吧。小姐，我扶着你吧。别碰我。往哪儿走？那边。哪儿啊？往这边。这条路得走到什么时候呀？还有没有近点的路了？有是有，不过很难走。在哪儿啊？在前面有一座小桥，修了很多年了，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带路。小姐，我们还是走啊。小姐，你抓紧扶上。前面不好走，你跟紧我。哎，你以前经常来这儿吗？是啊。是跟厚朴来的吗？我们穷人家的孩子，
每天上山砍柴，经常走这里。你小心一点，前面不好走，你跟紧我啊，多留神。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吓死我了。我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别放手，别害怕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别怕，别怕！救，是佳儿，是佳儿。没事吧，小姐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啊，我们走，来，慢点啊，拉着我，来，拉着我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二爷叫我给您带个话。讲。这可是二爷的意思啊。哎，这柴太难挡了。这大奶奶要死的，二爷要活的。这大兄，他说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们抓紧去关家吧。去吧，小心点啊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就在前面了，要小心一点，慢点啊。啊。前面滑，知道了。无情，这辈子你没托生个好人家，我这也是替你趁早解脱，下辈子你擦亮眼睛，找个好去处。你放心，没有了你，后母她会幸福的。连生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想害死他呀你？啊！我没有，是他自己摔。你有没有？你心里清楚。我真的没有，是他自己摔在那儿的。你拿石头干什么？嗯？我一直以为，你说说气话而已。为了一个男人你去杀人呢？还有没有人性啊你？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你凭什么冤枉我呀？没时间废话，救人要紧。静心，陆无声，你冤枉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静心，
我有没有冤枉你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好啊，你就为了这么样一个女人，你就这样对我呀？你还当我是不是你妹妹啊？龙凌，是我告诉你，以你这样狠毒的心肠，关侯府他不会喜欢你的。你说什么呀？龙生，龙生，龙生，你还当我是不是你妹妹呀？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？周景熙，我真应该杀了你，我真应该杀了他。大夫，这后仆受伤了，你把他抬出去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过，从此以后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抬出去，抬出去。你疯了吗？你孩子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你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？你娘，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自己的选择。关大夫，可他现在伤成这个样子，您就算不认他这个儿子，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，他的死活跟我没关系。你义父，义父，这出去吧，出去。怎么样啊？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关后仆死了吗？他没死，他受了伤，已经送回关角了。送？小三呢？小三把他送回去了。大嫂，我已带话给小三，让他好好给后仆治病，你就别管了。连生说了，如果小三对关后仆不好的话，他不会放过他。哎，他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时候出去的？不是，他认识路，我叫他帮我带路。你不认识路，他帮你带路？哼，儿子，从小到大，你什么时候骗得过我呀？明明是他私自出府，然后偷偷去会那个男人，难道又要去私奔了？不是，他没有逃跑。没有逃跑，就算没有逃跑，一个下人私自出府也是犯了家规，叫我以后怎么带别人呢？来人呐，在在，把他给我关到后院去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出去。哎，他是我房里的人，由我来管教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严加管教的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对了，连生怎么没回来啊？他去了关家了。啊，一个女孩子家跑到男人家里头去干什么呀？娘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陪着他了。算了，大嫂，连生的脾气你很清楚的，我派人去把他接回来。这事乱了套了，这个家没有一件事顺心的。浩伯，你来干嘛？我来看我自己的丈夫，用得着你们管吗？出去！哎，出去！出去！赶紧给我出去！出去！赶紧给我出去！别理这个疯女人，我们出去吧。哦，浩普，浩普。你醒醒呀！
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是我丈夫了，我是你妻子，你不能说抛下我就抛下我。你是不是要甩了我呀？你是不是以为这样你就可以甩了我？我告诉你，我龙陵生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无论你到了哪里。 哪怕是一槽地府，我都会一直跟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你给我醒醒，醒醒呀！浩普，浩普。 您怎么不去啊？去！哎，你也有手，干嘛？非要我去啊？我，是你吵着嚷着非要到龙家要钱的，我不去啊！你这个混小子，要钱是为了什么呀？还不是为了让你娶个媳妇儿，为钟家早点添香火。瞧你这副熊样子，静心在龙家受了伤，咱们过来要点安抚费，合情合理啊，哪点不对啊？ 你跟我去呀！去，我去，你快点，娘，敲啊，使劲儿啊！谁呀？ 什么事儿？原来是您呐！我听说我表妹周静心她受伤了，我们来看看呐。周静心是龙家的下人，你们操哪门子心呐？哎呦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静心是龙家的下人，这没错。可她姓周啊，这血缘亲情是割不断的，于情于理。 这哪点也说不过去呀！是是，麻烦你通报大奶奶一声，我们在门口等候。大奶奶烦着呢，懒得搭理你们这点闲事儿。那行，不打扰她了。小芳，走。你们以为这是哪儿啊？这是龙府，不是你们撒泼打滚的地方。你们要是再胡闹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哎呦！ 让父老乡亲们过来听听啊！过来顶礼呀！我家闺女在龙家生了病，我这个当舅妈的过来看看，咱们就撒泼打滚，你可闭嘴！你咱们就胡闹了！哎，你们娘，反了你们了！大奶奶呀！给我站住！你喊什么？大奶奶，放肆！ 想造反呢？哎呦，大奶奶，给您请安了。我们真的不是来惹事的，何必动那么大火呢？哼，没事儿，你会来吗？哎呦，大奶奶，看您这话说的，对，就算是有天大的事啊，对您来说，只不过是芝麻大点的屁事。哎呦，有几个人能有您大奶奶这样的富贵命呢？
我真是命苦啊，我家那口子身体一直不好，听说静心受了伤，这一着急呀，病就更重了，家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了。娘，别说了，感情真是来讹钱的。讹钱？哎呦，大奶奶，怎么能说是讹钱呢？你给我听仔细了，我们龙家就算是有金山银山，也不会分给你一分一毫。哎呀，大奶奶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这么闹，那我们龙家还了得吗？哎呦，要哭到别地儿哭去，趁我没有报官之前赶紧滚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您就别走，干什么呀？快开恩吧！走，放开我！大奶奶，走，你们龙快走吧！欺负人呢！快走！大奶奶。哎呀，林胜啊，你可回来了！你，哎呀，不是我要说你啊，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在一个男人家里待这么久，你都干什么了你？大娘，我心里难受。后普醒了吗？醒了，我照顾了他半天。他醒了以后说，他根本就不想看见我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好了好了，感情的事不能强求的。连胜，你一晚上都没睡觉了，去睡会儿吧。想吃什么呢？叫厨房给你做。啊？我不饿。连胜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搁在谁的身上都不好过。你想哭想闹想摔东西都可以，但千万别放在心里面。爹就你一个女儿，你要好好的。嗯，我都成了天大的笑话了，还怎么好好的？哎呀，我说丫头，你呀还是对这件事情彻底死心吧。哎，那混蛋他有什么好啊？啊，就凭咱们家，凭你的聪明漂亮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非他不可呀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是因为你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呀？那他还能喜欢我吗？我有什么错呀？我喜欢他，想要得到自己的幸福，有什么错呀？大娘，你不是告诉过我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哎，连生，连生，二爷，你还好吧？啊，不要紧吧？来来来来，赶紧坐下坐下，快快快，坐下坐下。怎么样啊？二爷，这是急火攻心，伤及了心脾，肝气不畅，导致咳喘的旧病发作。不要紧，先给他吃几副药，梳理肝气，然后再调理心脾。哦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麻烦您赶快开方子，让积善堂的人把药煎好送过来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来来来，送送李大夫啊。怎么样，觉得好点了吗？好点了吗？二叔，武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给二叔输寄止咳。哎，不可以，你又不懂这个，万一扎错了穴位，那可是不得了的。刚才吕大夫看过了，没事的。哦，让武生扎吧，我信得过他。哎，thank you.
二叔。嗯。